大家好，我是上野树里。对，好，请大家这个掌声鼓励一下，是，好。在台湾拥有广大粉丝的日本影星上野树里，为了宣传主演的戏剧《将战国三公主》来到台湾，这也是上野树里第一次来到台湾。前一天也举办了粉丝见面会，今天似乎有点疲惫，笑容少了很多，但是对于台湾的印象非常好。皆さんが本当に優しくて、温かくて、はっきりと、感情を、伝えてきてくださる方たちだなっていう印象で、スタッフに関しても、ファンの人たちに関しても、本当に、よくしていただいて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现场还找来了三位台湾小女孩，穿上和服与上野树里合照。上野树里还俏皮地说：“早知道她也穿和服就好了。”上野树里来台宣传戏剧，行程满档的她还抽空到了台湾夜市，来感受台湾独特的小吃。这一次挑战大合剧，跟以往的角色个性有点差异。上野树里说可以挑战各种角色，他很开心，希望可以借由演出这么棒的戏剧来提升自己的演技。Yes，Real 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